今天是2020年10月20日。今天所学习的钟表词汇是 repeating rack 报时矢条。报时机构呢是由一系列复杂的装置所形成的。之前我们学过许多的报时机构的零件，那么今天所学的实际上是报时表激发它的发条的一个结构。我手边有一只腕表，那么也就是报时表的一种。那么我们通过按压这个装置啊，其中就会激发报时的声响。也就是说按压之后，它里边有一个报时齿条，能够带动报时的发条。我是常伟，很高兴每天与大家学习一个钟表词汇。